都是面粉的错吗？对，这是我的第一个汤圆，这么不给我面儿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得把它先搓成一个球，然后再把那个球慢慢的把它往里是吗？不过没有关系，你其实吃下肚子之后，那个馅儿啊、皮儿啊，你没分那么清楚，可能吃下去都一样，都一样，没事儿。虽然我这个有点粘手，不过搓一搓应该就好了。哇，开始上手了。我把我做的一个比一个小。真的好担心明天怎么吃。天哪，他做出了一个骰子。对，而且是彩绘的哟，超好吃、哦、天哪，卢，我的第一个就这么完成了，方的特别有创意。对，一般人还做不成方的，就是、啊、我家怪兽最棒了，就是沾大一点点，这里有水，可以这里沾一下，只一下一点点就饱了。嗯，果然他就这个带倒太多了。手上都是面粉，这是面粉吗？这是面粉吗？是吧？你看，先搓成一个比较有光泽、有点黏黏的、有点鬼畜的一个球。嗯，我就把它摊开了。你这个球似乎有一点点小，迷你酒酿小汤圆。不，酒酿丸子是没有馅儿的。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做酒酿丸子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酒酿丸子。我喜欢吃正常的。我错了，这个碎了。什么？居然有吗？我已经完成15个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忍。我也不能忍。哼，我是不信的。肯定是激将法，激将我们快点报。对，哼，节目组，哼。然而我们早已看穿了一切。对。不行，我要加快手速了。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神一样的手速。你经历过绝望吗？我真是猪队友。并不，不，你可以捏骰子呀，这个骰子挺好看的，我觉得，而且应该口感也不错。嗯，就是那种芝麻的香味混着那种面粉的软糯。但是它都出来了。它要是不算的话，我们就咬它。对，啊，我们是仓鼠和怪兽。对的。好，吃了一绝。哎，又搓那个什么了。我上次绝对是因为馅儿包太多了。对，哎，我这边又搓坏了，好难呀、啊！面的锅，我们说话棒着呢，我们说话好着呢。耶、yeah, ！我把能露出来的地方都捏住了。对对，所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嗯，我好害怕这种的不算啊。不会的，我想从外表上来看，其实有没有馅儿区别也不大嘛。哦，我突然懂了什么。你们喜欢吃酒酿丸子吗？免费赠送一瓶酒酿，我家乡产的，82年的酒酿，二锅头酿的哟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我们完成6个，3、4、5、6，这个也快完了。实在不行，把它搓成一个球就行。嗯，好像一煮都成混的。嘿 ，OK， 哇，鹅卵石。对啊，哦，这是雨花石，一个美丽的雨花石。哇，这东西可贵了，知道吗？要下饭了。这个馅儿还有点少，加点馅。哦，你看我，你这叫汤圆彩绘。对，彩虹圆。我受不了我自己了。我在家唯一做的就是关于面的，就是擀面皮儿。擀面皮儿？会擀吗？是做饺子那种吗？不会，我们家都买那种超市里边硬的，他们那是那么做的，就没有厚薄之分嘛。他们一张可大的面皮儿，然后用那个铁桶子垫的。你是手工擀的可厉害了。
美少女们请注意，距离第一轮直播结束还有五分钟。天哪，我们还没有化妆，还没有做。天哪，一二三四五。为什么不能紧张？不紧张，我们心里特别有谱。对，处事不惊，其实都是我们计划之内的事情。对的，我可以一分钟之内完成六十个。开始。为了让别的房间输得不要那么惨，对吧？对对对，让他们一下吧。为什么老沾手？我能不能？因为你太可爱了，就什么东西都想要去靠近你，不舍得离开你。我也觉得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还差啊九个了，咱们就快了，六分，还剩完成几个了？九个，你这个加上就十个了。这么近可以吗？可以的。你知道，有的东西就是做的越精致，它是越难。